应该有超过10年了。对，我觉得灭火器还是以摇滚，然后直球，然后热血真诚这样。对，第一首《家和万事兴》，我觉得还是蛮赞的。可能第一句的那个 riff 我就觉得很抓耳吧。我觉得很赞，很平衡，很均衡。因为我刚才玩了一下 EQ， 对，然后我就把 EQ 先 bypass 这样，然后我觉得很平衡。灭火器调的 EQ 的话，可能听起来是比较 rock 一点，就吉他的毛边感会比较多。对，那如果是用原本的 preset 的话，就是均衡。对，我觉得降噪还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选择。对，因为现在大部分市面上的耳机降噪只有一种降噪。对，但是刚用了你们家的耳机，那个降噪我觉得有很多种选择，然后会依照情境来调整，我觉得这个很赞。